你背不出我的五指山是啊，你说哪有人在看你洗脚？但是你知道我神经病。今天我们江南四大才子到这里游山玩水，难怪那些女子要疯狂啊。说的是啊，各位，既然今天这个兴致那么好，不如来吟首诗如何？哎，张明兄提议的好啊，文明兄你先来。来呀、啊，山下一群鹅，嘘一声赶落河，落河捉鹅一肚饿，吃完回家玩老婆。哎呀，你的妈真是绝艺呀、啊！是不是、啊？有马子可以上。哎，堂兄啊，你看桥头上有个婀娜多姿的美女，孤孤单单的。哎，这样好了。你就当场示范一下你的泡妞大法，让我们兄弟几个好好的学一学。这个嘛，事关大家的福利，你没问题吧？义不容辞，去呀！小姐，公子何事啊？在，没什么，我想借小姐的肩膀搭一下，不知道可不可以、啊？这怎么行啊？我可是黄花大闺女啊！我知道，我只不过是想整整我的朋友而已。其实在下正是唐伯虎。什么唐做的老虎啊？我不认识你。你再不走，我可要叫了。这样好了，我给你一两银子意思意思。一两银子？你当我什么？最起码十两。哇，你这德行还要十两，干脆去抢了。不错，我就是抢，把钱拿出来。你去死！打你，轰你！你看，哎，搞什么鬼啊？你要、哎，怎么搞的？走、哎、啊、哎！你出手也太重了吧？他想抢钱，这个死人妖！啊，人妖！啊，我喜欢，拿着。啊，哎哎！真可惜，被他抢先一步。대박사기와스노그오이시시카시오마에시미소도소요다카라세메테고부츠오이마타베食べられないのよ本当に死ぬのか外も死ぬんだ今食べとかないと食べられない